哇，高山高山下水，上来上去，哇，真的是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最终还是很谢谢各方面的支持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有这个公司请我们吃饭，因为公司呢要3-4点才能请吃饭的，所以很高兴。很难的，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到现在。30点是最后一集嘛？啊、我们这二十几集的时候都是29点起的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我们都在担心，我们叫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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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结果都30点了，我们可以吃饭了。我不担心，因为蒋老师在这边，我觉得一定可以。怎么可以？有你在啊，就是因为有你在。无论怎么样，谢谢观众对的支持。下一步下一个工作系咪都系拍剧啊？我马上就要投入有新局的拍摄了，所以这一个月要好好的享受啊。我刚刚聊天，他跟我说刚刚收工而已，马上又开工了。蒋老师的体力真的是太惊人了。我都想跟你一样休息多一点，黑一点啊。他肯定没问题，你看他笑就讲了，绝对没问题。享受人生啊，不要，我要开工，可是不要太拼命了啊。对，享受工作就可以。希望某方方面，我们的副导演啊什么的，尽量让我们这些年纪轻的人对多点休息，早一点睡，早一点放我们，早上不要太早开工。谢谢，谢谢。对对对。